今日我哋會講到呢個主題咧，就係為病人禱告。咁咧，好多人聽到呢個主題咧，又覺得第一個反應就話牧師傳道去做啦，我唔好做啦咁。咁但係咧，聖經話乜嘢咧？信嘅人咧，信嘅人都有神蹟隨佢哋喎，即係所有信嘅人都有神蹟隨佢哋。嗱，以前咧，我雖然係做牧師，1983年開始做牧師。 但係咧，我喺嗰時候咧，我睇到聖經講關於醫病嗰啲，我就以為耶穌嘅時代先有嘅，即係直覺嘅感覺。咁然後咧，到我1998年嘅時候咧，經歷聖靈充滿一個魔道加埋我祈禱，即時感受好強烈嘅能力同埋好大嘅愛湧入我心裏面。咁我係非常之感動啊！原來可以同神有咁密切嘅關係嘅。咁之後咧，我就為好多人咧禱告咧，佢哋咧就 有不同嘅經歷喎，但係有幾個月都冇試過有醫治嘅，即係嗰陣時未開始有啲咁嘢，淨係經歷到感動啊、安慰啊、經歷神嘅愛啊、神嘅喜樂啊、平安啊咁樣樣，同埋更新之罪。咁咧，但係咧喺有一次我領聚會嘅時候咧，我就同嗰個傳道人講：我可唔可以為你嘅教友按手祈禱？佢話可以。咁咧聚會之後咧， 佢哋就有一間房，然後我就為佢哋祈禱，有10幾人個左右啦。即係佢邊個願意入間房？咁咧就祈完禱之後，我問佢哋話：我話你哋有咩經歷？當時咧就有一個婆跳起身啦，佢話我腰骨痛好翻啦。咁而另一個婆咧又跳起身，我膊頭痛又好翻。呢一次嘅經歷係喚醒咗我，即係讓我知道聖經所講 耶穌佢點樣行神蹟、門徒點行神蹟，同埋耶穌講到咧信嘅人必有神蹟隨佢咧。嗰陣時我忽然間醒悟啦，其實係今日都可以嘅。咁之後咧就好多神蹟啦。咁其實嗰次我祈禱並冇求醫治喎，原來神嘅同在自己會帶嚟醫治嘅。有好多次我祈禱嘅時候，我係唔知道嗰人有病嘅，然後後來佢分享，咁而我發覺咧唔係淨係我喎。 我哋訓練嘅人，佢多親近神、多禱告，願意帶領人，好淨係講幾句人啦，好多人嘅禱告心態咁啊，點樣咧？求耶穌醫治，求耶穌幫助，求耶穌釋放佢重擔，咁啊就咩都係求。嗱，當然祈求一樣係有功效，不過耶穌好強烈講到我哋敬拜係點樣敬拜咧，用心靈同埋誠實啊，即係成個心靈禱告咧係好唔同嘅。 咁我自己都係有咁樣操練，因為其實我好長嘅時間曾經有祈禱會啊，即係有時半日嘅祈禱會，有好長嘅時間一路咁樣帶領一班人去操練。咁而我自己亦都喺嗰時候咧，嘗試不同嘅方法。我就發覺到咧，淨係口講嘅祈禱咧個力量大嘅，但係用個心靈好喜悅神咧，有時都未按手咧就已經祝福嘅。 並且咧，我呢一堂課咧，其實我係第3堂上啦，因為我哋喺不同嘅地區已經上噶。咁咧，我就一路彈琴，一路帶大家祈禱咯。咁咧祈禱就冇按手，係咪？就咁祈禱啫嘛。咁咧已經有人得醫治。咁我想講就係我哋只要親近神，用心靈親近神，神就會做工，神就會祝福你嘅身體同埋人哋嘅身體，神就會真係咧使用我哋。嗱，我想問下大家， 祈禱人病得醫治，有咩可以用咩果效啊？即係話跟住可以帶嚟啲乜嘢咧？當你為一個人祈禱，跟住佢病好翻，可以帶嚟咩果效咧？我想問下大家。如果未信嘅人，我哋可以帶佢信耶穌，我可以咁講喎。嗱，譬如祈完禱，我都同大家講嗱，你問佢整你唔黑埋對眼，整埋你喺祈禱時有冇咩經歷或者感受？佢話：咦，嗰啲痛走咗喎。 咁又哇，係咪好神奇啊？係。咁啊，聖經話咗啊，耶穌受咗鞭傷，我哋就得了醫治喎。同埋審問病人，病人就必好呢。耶穌咁真祝福你。咁你想唔想耶穌醫咗你啊？想。佢話想，咁你就同佢解釋耶穌嘅救恩啊，即係我哋係需要耶穌赦免我哋嘅罪，跟住我哋翻到同神嗰度，因為神創造天地萬物，佢有生命同埋健康嘅權㗎，係咪啊？係。神有生命嘅權。 神可以俾你生命，可以俾你健康，可以俾你力量嘅。咁嘅時候咧，
你愿唔愿意？其实耶稣咧为我哋钉十字架嚟到承担我哋嘅罪，因为我哋有罪咧，我哋得罪人啊、嬲人啊、伤害人啊。有时我哋讲罪咧，佢就有啲人唔好接受。但系我想问，我哋咁问，有冇人得罪过你啊？有，佢有。咁你得罪你嗰阵时，佢做啲咩啊？鬧我啦，發脾氣啦，講啲唔好聽嘅説話，咁你感受點啊？好難受，難過。咁我又會問啦，咁我哋自己嗱，唔好話你啊，我哋自己有冇有時講嘢或者態度或者情緒令人唔舒服咧？都會諗一些人有冇咧咁。嗱，如果個人係有啲嘅謙卑，佢都話我哋都有嘅。咁我哋需要耶穌承擔我哋嘅罪喎，因為如果唔係，我哋將來見到神嘅時候就要受審判喎。耶穌已經受罰咯喎，即係好似咧，好似乜嘢咧？即係本來要交罰金嘅，如果我哋唔付得起個罰金嘅時候，就要坐監嘅喎。咁咧，但係耶穌為我付咗罰金，咁咪唔使坐監咯，咁咪可以出地獄咯，係咪啊？咁你想唔想耶穌今世祝福你，而家祝福你咧？咁咧，希望大家即係可以咁樣為人祈禱，能夠帶領人。信耶穌，得罪耶穌救恩。咁如果佢信耶穌咧，就帶到乜嘢咧？愛耶穌啦。因為太多基督徒咧係腐碌基督徒啊，係咁耳啊，聽到咧又瞌眼瞓啊，又冷氣啊，啲教會啊，舒舒服服翻嚟教堂有人關心喎，又有活動喎，即係有啲人翻教堂就係呢個原因嘅。咁咧，咁樣嘅基督徒喺天國裏面嘅作用大唔大啊？唔大啊！你想唔想做咁嘅基督徒啊？想。唔想啊？因為將來見耶穌面咧，就係點樣啊？兩梳蕉啊，兩梳蕉空手見耶穌。咁嘅時候咧，耶穌都講過，當你埋藏將你個恩賜埋藏地裏面嘅後果係點啊？喺外面黑暗裏面啊，馬太福音廿五章係咪啊？然後咧第三個比呢個一千、二千、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嗰個比喻啊，跟住咧另一個就係綿羊山羊嗰個。有做在弟兄的身上就是怎樣啊？這個就是做在誰的身上啊？耶穌身上。跟著他們要進入什麼呢？永生。另外的人呢，沒有做在一個小子身上，就是沒有做在耶穌的身上，他們要進入哪裡啊？永刑啊。大家看看馬太福音25章是講到末日的審判的，三個經，三個比喻。所以呢，你想想到時又哀哭切齒被丟在外面黑暗裏啊，想唔想啊？唔想。咁我哋真係有機會祝福人，並且咧喺咁多樣事務，最緊要係兩樣：帶領人信主，第二帶領佢愛主、親近神、遵從神，係咪啊？靈命更新呢、這個係呢兩樣就係大使命裏面嘅，係咪最緊要啊？即係我哋可以做好多工作，但如果唔能夠幫到人信耶穌咧，都係重要嘅。如果你做喺教會裏面嘅事務，都係重要嘅。不過你帶到人信耶穌係咪更加重要啊？咁所以咧，我哋睇重人嘅生命，亦都睇重神俾我哋嘅恩賜喎，係神想個個人有嘅，個個人都有嘅。嗱喺馬可福音咧，嗱我哋跳一跳去先，第二嗰度啊，中文第二，神想我們人人都為病人禱告。我因為我想有一個survey 嘅，即係一個統計。咁我讀咗你經文先，一齊讀咗先嚇。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然后十八节叫佢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嗱呢度咧十五节嗰度讲到，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呢、这个叫做乜嘢？呢、这个三个字嘅系乜嘢？大使命，传福音给万民听，呢、这个大使命啦。大使命系由几时至几时噶？由幾時至幾時啊？由耶穌嚟至到幾時啊？耶穌翻嚟，即係整個新約時代，直至到世界末日，都我哋都去傳福音喎。即係話包唔包括而家？包括。總之我哋仍舊在世上，就包括呢個時間啦。好啦，喺呢個時間信而受洗就點樣啊？必然得救喎。然後跟住第十七節話乜嘢？信的人又怎樣啊？必有神蹟喎，除了他們喎。我想問是不是牧師傳道有神蹟啊？不是，這裡是什麼？信的人必有神蹟除了他們喎，即是所有信的人呢都會有神蹟除了他們。我想問大家，這裡有多少個相信有神蹟，請你舉手。感謝主，多謝耶穌。好，
好啦，放低手啦。第二個問題，有邊個有為人禱告求神去醫治祝福佢嘅？請你舉手，為佢按手啊，祝福啊。OK， 好，感謝主。好啦，放低手。有幾個咧？你有為人按手祝福而佢病得醫治嘅？嗱，仍然有喎，咁啊感謝主，不過咧數目少咗好多啦。咁咧，我哋睇到點解我哋信唔信可以有醫治啊？我哋相信，但係點解唔係咁多人都有醫治嘅咧？即係唔係咁多人有為人祈禱會經歷醫治咧？有幾個位係會可以有問題嘅。第一就係、是、唔敢，即係見到有人有病，哇咁嚴重唔敢，呢個第一。第二咧，唔學習點樣有聖靈嘅恩膏，咁祈禱嘅力量唔大，咁啊只係用悟性嘅禱告嘅時候咧，即係有一樣可以得醫治，有人真係咁樣得醫治嘅。不過咧，係事實上嗰個比例係低好多嘅。咁咧就，所以我哋希望大家肯去踏出，肯去做。見到人有病嗱，你唔需要話啊，我祈禱你又好翻，唔需要嘅。其實喺聖經裏面講到的，而且確講到醫病嘅恩賜、醫病嘅能力。嗱，我想講一樣嘢。神俾我呢個權柄同埋恩賜係唔同嘅。呢個權柄係乜嘢咧？咩人有呢個權柄啊？手按病人，病人就邊好亂，邊人有呢個權柄啊？信嘅人就有啦。但係恩賜係咪個人都有啊？唔係。但係冇恩賜可唔可以為病人祈禱得醫治啊？都可以啊。不過恩賜咧，即係話有啲人佢特別係有呢方面恩賜，佢真係祈禱咧係特別多人得醫治嘅。呢個係神俾某啲人嗰個恩賜啊，每個人都係㗎嘛。有啲人咧敬拜嘅恩賜啦，啊講道嘅恩賜啦，服侍嘅恩賜啦，輔導嘅恩賜啦，係每個人不同嘅。咁但係係咪要大恩賜嗰啲先為人祈禱啊？唔係喎，係邊個應該為人祈禱啊？個個。如果你街見到一個人傷殘嘅有病嘅，你會唔會夠膽行過去同你傾下偈，又話我想為你祈禱好唔好啊？夠唔夠膽啊？希望大家夠膽去做，但我哋唔需要擔保佢一定得醫治。咁我想講點解咧？點解我哋唔有擔保？因為就算聖經裏面都有講到保羅咧，保羅初次傳福音給人嘅時候，去加拉太咧，佢話係因為我有病。保羅話：我初次傳福音給人係因為我有病。然後提摩太，因為佢乜嘢所以可以稍微領袖啊？屢次患病，提摩太都屢次患病，保羅又曾經有病，然後佢兩個同工聖經有講到嘅，以巴弗提、特羅菲摩都係曾經有病，以巴弗提甚至幾乎要死啊！你喺腓立比書會見到嘅，幾乎要死啊！咁如果保羅喺度，應該唔會咁得，即係話佢應該祈禱咪即刻好翻啦。即係話我哋唔能夠擔保祈禱嗰時一定病得醫治，但的而且確係會有人病得醫治嘅，並且係好多會覺得舒服嘅。咁嘅時候咧，我哋就放膽去做為人禱告，但我哋唔知道後果，但我哋知道神會祝福，所以佢聽神嘅話就會祝福嘅。咁而我發覺咧，係為人祈禱咧，好多大部分咧係即時覺得舒服嘅，這個係我嘅經歷。咁我希望大家都有呢個信心，放心去做咧。因為聖經話咗，信嘅人必有乜嘢？神跡隨著佢哋。然後咧，跟住喺二十節嗱，呢個冇寫出嚟嘅。二十節咧就話咩咧？神咧用神跡隨著正神所傳嘅道，即係話俾我聽，神跡嘅目的係乜嘢？神跡嘅目的係乜嘢？正神所傳嘅道，即係我哋去祈禱為人祈禱，唔係就係為咗醫病，係為咗佢能夠翻到耶穌嗰度。咁我首先咧，我想講啲見證，鼓勵大家，就係話咧，即係神蹟係真係好大嘅幫助。咁我即係曾經其實為人禱告嘅次數好多好多啊，有兩個情況咧係好強烈，成個家庭信得住嘅。咁一個情況咧就係、是、有一個阿婆咧就係好老噶啦，咁佢個女就翻外教會，咁當時咧，因為我經歷聖靈之後咧，就好多人經歷啦，成日都有人分享，個個禮拜都有人上堂分享嘅，都成日都講到醫治啊、安慰啊、釋放啊、更加喜樂啊咁樣樣。咁佢聽到咁咧，佢就同我講，佢話：你不如探我媽咪，我媽咪有四樣病，心臟病、糖尿病、腎衰竭啊、中風，四樣都有齊。咁咧就醫生已經話佢唔得噶啦。咁而家咧就
致命嘅咧就係腎衰竭，即係你尿毒會越嚟越高。咁尿毒高咧就會好辛苦嘅，咁咧甚至好似心悸啊咁樣嘅。即係如果嗰啲有尿毒高嘅人咧，佢哋話未洗腎之前咧，成身唔舒服嘅，成身好似啲蟻喺裏邊咁咬咁樣嘅，成身唔舒服嘅。咁咧佢醫生就話佢將來會越嚟越辛苦，因為嗰啲尿毒越嚟越高啊。咁佢話你可唔可以為我媽咪祈禱？咁我就去為佢祈禱啦。祈禱嘅時候咧，佢咧就話咯。我問佢話：，哇！你有咩經歷啊？或者感受？佢話：好舒服啊！咁我話：咁你信唔信耶穌？佢話：唔得，我拜觀音幾廿年，佢唔肯。咁咧，但係我持續幾次去為佢祈禱，佢都一樣都唔肯信主。而佢家人個個祈禱咧，個個都經歷過。咁咧就好多個我帶佢信主啊。咁但係佢始終唔肯。咁後來我就冇去啦。咁但係咧過咗半年，佢忽然間醒起過，忽然間其實係神叫佢醒起。忽然間點解今日用師母靈嘅啫？即係我已經冇靈半年，但係佢忽然間話點解用師母靈？咁啊，佢個女即刻傳信息俾我，即刻就去。咁啊，為佢祈禱，佢即刻舒服。而咧，我就問佢啦，我話觀音同埋佛有冇咁幫你？佢冇啊。咁我話你信真嘅信假嘅喎？我信真啊。咁你願真信耶穌啊？願意洗禮，即刻願意洗禮，同佢洗禮。之後跟住話你願意撐偶像啊？嗱，嗰啲唔係真嘅喎。咁你抄唔抄？抄喎，好輕鬆喎。並一句跟住之後咧，仲同嗰啲仔孫啊講：啊，你哋要信耶穌啊，耶穌真係好好噶咁樣。咁啊，仲有一晚咧，佢個女見到佢半夜擘大眼望住個天花板，由一邊望另一邊喺度笑喎。咁佢個女咧就覺得好開心，因為佢大半年又冇講嘢又冇笑噶嘛，即係病痛嘅人點會笑咧？係咪？但係佢笑喎。佢就覺得佢見到一啲嘢特別嘅，即係可能見到異象，見到耶穌啊、天使啊、天堂啊、未定啊。咁佢好安慰，佢屋企人好多個都信耶穌，真係咧。當時佢屋企係我常去嘅，因為去親咧就幫邊個幫邊個。其中佢另一個即係呢個婆嘅女咧，啊另一個，佢入醫院咧做咩咧？個口漏水，個醫生話三叉神經有問題，即係佢個口歪咗。飲水會流水啊！咁啊入咗醫院，咁我去到醫院同佢祈禱啦。祈禱嘅時候咧，祈禱佢就自己不知個話飲水喎，飲完水已經冇流水噶啦。即係神就係咁奇妙啊！真係啦，我見到神跡我都覺得好奇妙，唔係我好係神好啊！神真係好勁，我一齊講神真係好勁噶，神真係好犀利噶，我哋可以俾神大使用噶，我哋個個都可以。你同隔離嗰個，你可以俾神大使用噶。你信唔信啊？係有啲好困難嘅情況，其中另一次困難嘅情況咧，嗱，借先我講呢個婆咧，佢成家好多個信徒數，並且有一個月甚至去讀聖經學校嘅訓練添。咁然後咧，有一次咧，我就去一個醫院嗰度咧，喺探訪嘅時候咧，咁咧就見到一個病人。佢又做完化療，咁我就問佢：你覺得點啊？佢話我好辛苦啊，化療辛唔辛苦啊？好辛苦，佢話我好辛苦，好成個人好辛苦好痛。咁咧我就同佢講：我話咧，耶穌好真，真係咧，我祈禱好多人咧，真係好舒服。咁佢都話：我有時睇個電視咧，講嗰啲基督教節目，我都覺得中意嘅。咁我為你祈禱好唔好？佢話好。我祈禱之後，我問佢：我而家覺得點？佢話：我而家覺得好舒服啊！咁我就帶佢信耶穌，但係嗰次係我唯一一次見到佢，我係從來冇唔識佢嘅，而係唯一一次見到佢。又過咗幾個月之後，我忽然間收到個電話，佢話我爸爸曾經入醫院，佢咧就話有個義務師同佢祈禱，咁咧就跟住咧佢就覺得舒服，佢翻嚟屋企咧又祈禱又即係佢又唔舒服又祈禱又舒服喎。咁佢話：哇！耶穌真係得㗎咁啊！即係佢同我哋講。咁咧，然後佢就話咧，佢個爸媽已經過身啦。咁咧，但係咧，佢話：你牧師可唔可以同我做呢個安息禮拜？我話可以。不過咧，我話未做之前，我想為你祈禱。咁當時佢另外一個會喺度啊，即係兩姊妹喺度。咁話你用嗰個手機用 speakerphone 開聲。咁咧，我就為你兩個祈禱。咁佢哋兩個祈禱啦，我起身放心個人。咁咧祈完禱咧，我問佢：你感受點啊？經歷點樣啊？咁咧就其中一個就話：哇，好輕鬆啊，好似成個人飄起咁樣樣。咁另一個就我又係個成個飄起。
哇！耶穌就係咁好啊，佢叫你真係個人咧好輕鬆，真係咧好似天堂咁樣樣啊！咁咧我話耶穌咁真，你爸爸當你就得到祝福，你今日祈禱電話啫喎都有咁嘅能力，咁你想唔想耶穌祝福你啊？佢想，我就帶佢兩個信耶穌。後來佢一家咧，佢帶好多個信耶穌啊！咁咧就真係係咪睇到神真係好好啊？神真的很奇妙，其實這些見證我是很多，不過我現在不講得住，即是你大家有種心就話，原來為人禱告病得醫治或者重擔得釋放是可以帶他信耶穌或者帶他更愛主，那他的生命就提升了。在天國是不是需要更多人愛主啊？我想問你，一個愛主的人的果效和懶惰基督徒的果效，譬如說幾多個懶惰基督徒頂得住一個努力愛主、親近神、有信心的基督徒的果效，那種生命的果效，有幾多個懶惰的基督徒可以比得上一個是愛主又真的親近主、肯被神用的基督徒？一個這樣的基督徒會不會的果效強過十個懶惰基督徒？沒有。一百個呢都會。其實就算一千個、一萬個懶惰基督徒可以說沒什麼果效，但一個愛主的基督徒又時時有神的同在，他真的過個禮拜可以帶到人信耶穌，過個禮拜會祝福人，那種果效你想想，如果你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假設一個月，一個月帶一個人信耶穌，或者你總有機會祝福人，一年有十二個，而那些人改變又可以帶其他人，那你計算我們在生的日子，如果我們現在還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知道多少年，我們不知道了，當十年一年，你想想，如果我們一個月即是十二個，那麼十年就120個，二十年就240個，如果他們還會生多些人，是不是那個影響力很大？但是很多人就說，哎呀，你牧師做啦，不是我的啦，我不得的啦，即是呢，在這些地方呢，其實呢，就很謙讓的，即是很謙讓的，等牧師做啦，第二個做啦。但到有一天你見耶穌的時候，耶穌是說，喂，你的朋友做了多少啊？你的朋友侍奉多少啊？因為你的牧師侍奉多少啊？神會怎麼問你啊？你做了多少啊？所以很重要，我神給我托付是個個人都可以給神用，你相不相信啊？你相不相信你可以以後祝福很多人？你想想，首先你找基督徒操練，然後呢你就去老人院操練，因為老人院呢他們就坐在那裡嘛，即是他們不會走的嘛，那去公園啊，很多老人坐在那裡，是不是？這些是好的操練的地方，然後跟著你就向家人，因為家人是難一點的，你做慣了，然後你向家人，然後呢你向陌生人，這樣的時候呢，你發覺你越做越多，你一開始一有果效，你發現呢，哇，我都得過，一陣間我講，哇，其實我們訓練那些人，他們都真的得的，不是我們得，是神得，感謝耶穌。好了，我們看個內容，第一點就是神想醫治我們，神想。以賽書53章，我們一起讀下。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嗱，呢度咧講到耶穌去釘十字架同埋受鞭傷咧，三個嘅果效，大家睇一睇。嗱，我哋都即係咧，我係好睇重釋經喎，解釋聖經。我本身有兩個釋經神學嘅碩士學位嘅，即係我經歷聖靈。有啲人話經歷聖靈嗰啲人唔著重聖經，我話唔係嘅，唔係一定嘅，睇你點樣睇嘅啫，係可以一樣睇重聖經。我想問下大家，呢度講咗三樣嘢，因為耶穌嘅受苦帶嚟嘅果效。第一樣是什麼？為我們的什麼？過犯，即是為我們的罪，即是個果效是什麼？赦罪，是不是？第一個果效，赦罪拯救，是不是？赦罪就是可以拯救他的靈魂，即是耶穌釘十字架，第一個果效是赦罪。第二呢是什麼？跟著後面說什麼？果效，我要說果效，平安，是不是？平安可以包括整個人的平安。
安，亦都可以講內心嘅平安。成個人咧喺希伯來文嘅平安咧 ，shalom 嘅意思咧，講整個人嘅完整啊，即係身心靈魂，成個人咧都係健康嘅，都係合乎神嘅心意嘅，咁樣咧就係平安。但係咧，亦都好多時咧，都可以講內心裏面咧平穩安靜。咁所以呢度咧，第一就講到赦罪拯救，第二咧就係個人心情咧平穩安靜。我哋就叫呢個做咩咧？內在醫治，一齊講下內在醫治，即係醫治心靈啊，安慰心靈。嗱喺呢幾堂我咪有彈琴，大家享受神嘅係咪啊？有冇發覺喺度親近神嗰時，覺得個心靈覺得點啊？好舒服，舒服啊，輕鬆啊，嗱，呢個就係平安啦。即係原來我哋親近神咧，會帶嚟平安嘅。好啦，第三個果效乜嘢咧？第三個果效睇經文啦，醫治係啦。嗱呢度咧就係身體醫治，上一個咧就係心靈醫治，呢個就身體醫治。原來耶穌釘十字架唔係淨係赦罪喎，佢有赦罪拯救我哋，俾我哋有永生，有神嘅生命喺我哋裏面。第二咧係乜嘢？再講一次。第二是平安，亦都是話心靈的醫治。第三呢，身體的醫治。希望大家你可以寫低我啦，三樣的果效，即是話神想不想人得到心靈和身體的醫治啊？想的。其實講到為病人禱告咧，心靈和身體都需要醫治。點解呢？因為咧，英文有個字叫 psychosomatic problem， psychosomatic disease， 咩意思呢？心靈影響身體的，就是咧，當人的心靈不開心，一個人長期不開心，他會不會有病啊？會喎。你有冇試過食緊飯，忽然間聽到個壞消息，你即刻食唔到嘢，直情你想食都食唔到啊！即刻嗰啲胃咧，全部都收閂咗，好似閂門啊關，我哋休息啦，閂門，唔運作啦咁。忽然間冇曬胃口嘅。如果長期不開心，影響瞓覺啊？影響，好似成個人收縮緊張喎，係咪？又影響肌肉，又影響痛啊！我發覺啲人心情不好咧，成日都腰痛啊、頭痛啊，周圍都痛嘅喎。咁咧呢樣嘢咧，真係咧係影響好多人嘅。我感謝神喎，我係冇頭痛呢樣嘢嘅，即係除非我有病嘅時候咧，就有輕微嘅啫。即係我真係感謝神，將個人鬆咧、輕鬆咧。是可以冇痛呢回事喎，即係呢個好大恩典啊，係嘛？有啲人痛咧，佢真係話啊咁好噶，可以，其實我哋可以咁好噶，所以咧，你見我唔係淨係有肌肉啊，係個心鬆，個人又健康，有精力，有注意力，係咪啊？能夠咧專注力，能夠咧又輕鬆又開心快樂喎，係咪有神嘅同在好好啊？啊，呢個就係耶穌帶嚟全人嘅醫治啊！一齊跟我講，耶穌帶嚟全人嘅醫治。耶穌既然做呢個工作，佢想唔想我哋全人得醫治啊？想啊！咁如果想嘅時候，我哋要唔要啊？要。咁又帶唔帶俾人啊？又帶俾人啊！所以咧，我哋有又帶俾人，即係話神既然做咗呢樣嘢，因佢受嘅鞭傷，嗱啲羅馬鞭咧好犀利喎，每一條鞭你上網可以揾羅馬鞭咧，你會睇到嘅，一條鞭後面會分開好多條，然後咧每一條都綁啲金屬，一打落嗰啲肉度咧，哇！即刻將啲皮咧、啲肉拉開，所以係極之極之痛嘅，係全身流血嘅。嗱，有一套戲叫《受難曲》咧，嗰套《受難曲》咧就即係將佢好真實講出嚟，因為以往嗰啲耶穌釘十字架嗰啲都係好斯文嘅，即係冇乜特別傷嘅。但係《受難曲》咧，你直情睇到咧，你都覺得心痛嘅。咁咧就係耶穌既然受鞭傷，係叫我哋得咩啊？醫治，既然係咁嘅時候，我哋係咪要去運，即係將呢樣嘅恩典帶出去啊？希望大家都深信，因為人有病其實係人類犯罪之後嘅情況。嗱，雖然我哋因為人類有病，我哋始終，即係先我所講，保羅都曾經有病，即係話我哋始終在世上，我哋都會有病。但係你有耶穌充滿你咧，你嘅病係會減少，越嚟越健康嘅。咁因為我哋其實我哋個個人離開世界嗰陣都有病啦，係咪？都係我個身體內在有啲問題，即係我哋唔係擔保永遠冇病。即係你話啊，佢就死啦，啊邊個內臟啊祈禱又好翻，咁啊第二個內臟又壞，又祈禱咁一路一千年得唔得？即係咧，人總係會衰老，總係會離開世界。不過唔緊要，有耶穌咧活得開開心心，
嗱，我知道有啲人咧好長命喎，不過咧幾廿年瞓喺牀，辛唔辛苦啊？真係辛苦啊！但如果你活得開開心心，即係咧一路侍奉到最後嘅，係咪開心啊？所以我自己嘅心態就咁嘅，到有一日我就嚟知道就嚟要翻天家啦，我會攝錄個影片先嘅。咁咧第一個影片我喺度講。我而家就嚟翻天家啦，咁咧我好開心啦，第日去天堂。不過咧，即係我都會懷念你哋嘅，我會祝福你哋嘅。咁我可能預告話俾佢聽啦嚇。咁然後我就做一個咧，就係收起嘅，唔好播住，就等到我安息禮拜嗰時就播放啦。咁我就話嗱，當你睇呢個影片嘅時候咧，我已經喺天堂噶啦。嗰時我快即係已經快樂嘅神仙噶啦，咁你都可以為我快樂嘅神仙嘅。所以咧，你喺呢個安息禮拜，你要開心。一齊咧唱讚美詩，我有謝天堂，我有謝天堂，主耶穌之恩，我你可以開心心，你即係咧，雖然你會即係見唔到我啦，但係咧你都可以開心。即係我諗住咧，我到離世之前係咁樣做嘅，並且咧啲人探我咧，我就會話我為你祝福祈禱啊，即係唔係嗱佢哋都可以話我祝福祈禱，但係我都會心態，總之我能夠在世嘅日子，我都會祝福人，到最後一刻我都話祝福。然後到我臨離世啦，我話你共我按手，因為喺當耶穌接我嗰陣咧，可能有好大嘅能力喎。耶穌忽然間臨在，將我接去天堂咧，你共我按住我一路禱告，忽然間咧，從一聲哇，好似神哇，好似經歷天堂咁啊，經歷好大嘅聖靈恩膏啊，所以咧，即係我已經諗定係會咁樣樣嘅。不過唔希望快到，因為我唔係怕死啊，我係想為主做多啲啊，四圍去祝福更多人。你會唔會有呢個心啊？你估你做唔做到啦？其實做到喎，其實我哋個個都做到嘅，係咪啊？好啦，所以首先就要相信神想醫治我哋，一齊講神想醫治我哋，神想醫治外面嘅人，神想醫治外面嘅人。好啦，以賽疏來一章咧一節咧就講到咧，我淨係睇心跡個字啊，差遣我醫好傷心嘅人。咁呢個咧其實有咗個大使命喎，因為呢度講到咧就係叫我傳好信息俾謙卑嘅人。主耶穌靈喺我身上，因為耶穌用高高我，就叫我傳好信息俾謙卑嘅。跟住咧就去報告被掳嘅得釋放，被囚嘅出監牢，同埋咧安慰一切悲哀嘅人，喜樂猶太嘅悲哀。就是、神差我哋出去醫治人嘅心靈。既然差我哋出去，咁神係咪想人心靈得醫治啊？想啊！嗱，我想問你喺呢個世代多唔多人有心情呢個心靈嘅問題、情緒問題啊？你有冇你比較你細嗰陣時咧，有冇聽到咁多呢啲咁嘅精神？細嗰陣時真係冇乜嘅喎，係咪啊？嗰啲同學啊、朋友，你有冇聽到佢哋憂鬱啊？而家啲小朋友會自殺嘅。細路仔真係咧，呢個世代好多因素啊，罪嘅影響，各樣嘅因素，其中一樣咧就係、是、其實咧啲人玩手機咧，有啲以為啊細細個咧，因為手機咧係有啲人叫做咩咧？電子奶嘴啊！電子奶嘴，咁佢咧就細細個咧，我睇佢飲茶都係噶，成家人坐喺度，咁嗰個細小朋友就喺度玩啦，細細個都識玩噶咯。佢以為係好，但係咧，佢係的而且確唔使照顧咁多啦。不過個後果就係佢不斷上咗個癮啊！佢即係當人成日都要即時睇到，我即時睇到啲好嘢啊，玩嘅嘢、開心嘅嘢，咩嘢都要成日睇到同埋被動嘅。咁嘅時候咧，個人變得唔健康嘅。譬如以前啲小朋友有一樣小玩具啊，已經好開心。嗰陣時嘅玩具係咩咧？一個木仔，汽水嗰個。我同我太婆非法，我有木仔同佢非法，咁啊，即係呢個玩具嚟嘅。即係我同佢非法啦，即係揸住個木仔，即係咧根本冇玩具。我細個係完全冇玩具呢回事嘅。但係咧，我哋就喺行下跑下玩下，都覺得好開心嘅。咁咧，但係咧呢個時代嘅人，佢哋想上癮啦。同埋咧食嘅嘢唔健康，同埋咧就好多人嘅壓力，呢、這個社會哇嗰啲壓力同我哋讀書嘅時候好唔同，所以造成好多嘅問題。所以我哋能夠帶俾人心靈醫治一個好大嘅祝福，係全方好有效嘅。其實你周圍問啲人咧，即係差唔多個個都有心即係情緒嘅重擔嘅，個個都有一啲咁嘅問題。咁而你鬆咗先，你鬆咗咧，你就有呢、這個。能夠帶俾人平安輕鬆啦！你個心鬆，即係如果你日日都係哎呀好苦啊，哎呀好慘啊，哎呀呀咁咧，祈禱咧你就有啲人咧就唔會經歷喜樂嘅。而你嘅心咧
其實我哋日日去諗耶穌啊，耶穌愛緊我，一齊講啊！耶穌愛緊我，耶穌祝福緊我，耶穌喺我心裏有奇妙計劃，我可以開心做人，因為耶穌一定幫我噶嘛，係咪啊？耶穌一定幫我，咁你個心咪鬆咯。好啦，嗱，下面第二我啱啱講過啦，就係神想我哋人人都為人病人祈禱啊。第一就神想醫治人啦，第二就神想我哋個個。我想問大家，根據聖經，幾多人應該出去守望病人啊？係咪牧師傳道啊？係話邊個啊？信嘅人，信嘅人個個神都想。不過我想講一樣嘢，有啲情況你需要處理心靈先按手嘅。第一，如果有啲人有邪靈，譬如佢以前拜偶像，契過觀音，契過黃帝師，或者揾過啲文米婆啊乜乜，即係呢啲接觸靈界嗰啲嘢咧。呢啲人咧係需要釋放禱告。當佢釋放禱告咧，嗱，尋日有一個咧，我都同佢講咧，跟住佢出嚟咧，真係有釋放，即係釋放禱告咧，咁個人咧脱離所有邪靈嘅影響。咁就第一啦。有啲同埋有啲人咧，成日發惡夢，有見鬼啊，成日都有啲人壓住啊，有啲邪靈嘅聲音啊，叫佢死啊，叫佢諗埋啲唔好嘢。呢啲咧係要處理嘅。咁呢個第一咧就係，如果有人有邪靈嘅影響，唔好為人按手。第二，如果個人的情緒不好，即係嗱，咁人人都有些少情緒問題。不過即係話普通嘅都 OK 嘅，咁啊可以為人按手。但係咧，你最好越多禱告就你越鬆。如果你成日都好悶悶不樂咧，你唔好為人按手，因為都可以傳遞嘅。原因點解咧？因為咧，聖父、聖子、聖靈創造萬物啦，係咪？包括創造天使，天使墮落變咗做乜嘢？魔鬼同埋邪靈，所以咧邪靈跟聖靈有類似嘅地方啊，有唔相同嘅地方。唔相同的地方咩啊？聖靈係聖潔嘅、平安嘅、喜樂嘅、愛嘅；邪靈咧係叫人死亡嘅、擔心嘅、憂慮嘅、憂鬱嘅、唔開心嘅、疾病嘅。嗱，我想問下大家啦，你好易分辨嘅，有啲人話你會唔會經歷邪靈啊？好容易，我問下大家。我帶領大家禱告敬拜，或者為你按手，你係經歷平安、輕省、愛啊、祝福啊，抑或係憂鬱啊、煩惱啊，翻到去又有好多問題啊、負面嘅聲音啊，你係得到邊樣？我想問大家。得到正和咯。正面嗰邊喎，係咪？咁呢個係邪靈，係咪邪靈嘅工作啊？唔係，呢個係聖靈工作。所以咧，有啲人又話係咪邪靈？邪靈點會做啲好事㗎？即係邪靈點會做好事㗎？係咪？即係人會喜樂平安咁樣愛主，一定係聖靈工作。咁所以咧，我哋就唔好擔心。但係有一樣嘢就係邪靈同聖靈有類似，就係可以透過按手傳遞。嗱，啲異教都有喎，會透過按手傳遞，或者即接近嗰個人咧，都有呢啲嘅方式啦，可以去傳遞嘅。佢哋有時咧用嗰啲氣功啊，啲人練氣功咧。佢可以佢嘅靈魂出竅咧，佢會見到靈界嘅嘢，咁佢亦都可以有邪靈喺身上。咁嘅時候咧，佢喺你周圍同你做啲咩法術啊，做啲咩氣功嗰啲治療啊，或者為你按手啊，可以帶嚟邪靈。所以如果有人有抑鬱啊，有呢啲煩惱未處理好嘅，係需要處理。咁但係你話咁我幾時完美呢？唔係要完美，但係起碼你一有咩問題即刻處理，即刻處理親近神嘅都平安喜樂，又係話俾自己聽，我係可以開心嘅，一齊講啊！我係可以開心嘅，可以輕省嘅，唔使孭住擔子嘅，感謝耶穌，哈利路亞！好啦，嗱，第三方面咩人應該為人按手祈禱？就係如果佢活在最終冇處理。嗱，我哋人人都可能有一啲嘅罪，但我係好刻意，任何一罪一出現，我係即刻處理嘅，即刻。譬如有啲咁多唔中意嘅人，即刻處理。就算佢有咩唔好，我都可以祝福佢，我都可以接納佢，我即時就會處理嘅。但有好多人咧就唔係喎，會嬲人啦，佢咁衰嘅嬲佢啦，排斥佢啦，講人嘅閒話啦，呢啲全會處理嘅。如果我哋記住喺最終，唔好為人按手祈禱，因為呢啲係可以俾魔鬼留地，即係三方面。一方面如果有邪靈，有負面情緒、負面思想，有罪的，咁咧你處理，你求耶穌赦免，你係跟從神咧，你就可以放心為人按手祈禱。咁咧就希望大家都放心去做，神係想幾多個人去為人按手祈禱啊？個個。但係咧有，即係我係知道喺有啲人咧喺聖靈圈子裏面咧，佢哋就俾唔信徒按手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咧，佢哋就驚
因為我手又傳遞邪靈，咁有咩後果咧？即係我就覺得驚邪靈驚過頭。而耶穌吩咐嘛，耶穌吩咐守護病人，病人就醫好了，信嘅人必有神蹟隨著。咁係咪耶穌想為你都過我運走啊？想嘅，但係有啲人就因為驚死啦，唔知佢會唔會傳遞邪靈。同埋咧，亦都咁嘅喺教會有時就話，某啲人係服侍隊嗰啲可以運走其他，可以喺教會運走。嗱呢個冇問題，因為教會咧佢想嗰啲人真係經過訓練啦。但是你回屋企，你出外你是有權柄的，個個都有權柄，所以有人話你沒有權柄喎。聖經馬口福音十六章嗰度講咗啊，信嘅人必有神蹟隨著佢嚟，奉耶穌名趕鬼手啊，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耶穌俾你有權柄，你要唔要啊？你趕鬼使唔使要揾人？唔使，唔使。不過咧，有時你需要揾人幫手一齊。我意思你有權柄，如果真的冇人，你可以放心做。不過你放心做的時候，你記住你一定要處理罪，不要被魔鬼留你。但你又不用怕，不要怕，有信心。你試過跟人趕邪靈，你就會第日有更大的信心。好了，接著第三，醫治的目的。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節，一起讀啊。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門。這裡講到神蹟的目的是什麼？證實，證實乜嘢？所傳嘅道跡係乜嘢？係啦，證實福音，證實神嘅話語，證實神嘅話語係真嘅，真係有神嘅。使徒行傳九章三十四到三十五節，嗱呢度我哋淨係讀後面嗰度啦，就講到以利亞，佢本來係攤嘅，佢就叫佢收拾褥子，彼得叫佢就起來咯。咁跟住啲人就睇見，三十五節讀下。凡住女大和沙倫的人都看見了他，就歸服主。又跟住第三，彼得禱告咧，叫死裏邊嘅多加復活。使徒行傳九章四十二節，就有許多人信了主。哇！原來醫治可以帶嚟乜嘢啊？好多人信主啊！所以咧，其實起碼第一句家人，同埋如果我哋將啲見證放喺網上咧，就會有更多人可以睇到咧信耶穌。其實咧，我在網上有很多個，大家上 YouTube 找什麼，記不記得？葉牧師，還有呢 Facebook 找什麼？葉牧師的牧，因為他不讓放個葉牧師在這裡，就是葉牧就可以。那你就上網找，你就會見到不同 的見證的。在 YouTube 就比較多，不過 YouTube 的影片很多，那數目很多很多。所以呢就你可以找醫治又葉牧師，咁咧你就會見到噶啦，一彈出一個咧就，你一揾葉牧師已經彈出一扎牙出嚟噶啦，咁咧就會俾大家睇到，其實好好多幫助，好多人揾我，時時嘅揾我，就係因為我呢擺咗上去網上係要見嘅。好啦，咁我哋俾我睇到醫治嘅目的係乜嘢啊？總括嚟講係乜嘢啊？就歸服主。係啦，叫人信主啦，仲有咧就係第一句嗰度係咩啊？咩作用啊？證實所傳嘅道，證實神嘅話語係真實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話神啊，我想跟從你嘅計劃，我哋跟唔跟從神嘅心意啊？跟從。神嘅心意係想點啊？個個基督徒都聖靈充滿，個個基督徒都愛主，個個基督徒都帶住神嘅能力為人禱告，病得醫治。但如果有人祈禱冇病得醫治，我哋又唔使氣餒。因為聖經都有講到有些我不能醫治的，不要緊，總之我們繼續去做。其實繼續去做的時候呢，譬如我問你，我祈禱的時候會不會有些病人不能醫治啊？有的。那你估我的內心會不會很苦惱呢？哎呀，他不能醫治。其實我們不需要負責任，即是我們不需要擔住這個擔子。但是的而且確有九成半的人我們祈禱他立刻舒服，那這個已經是改善的，已經是進步的。希望大家有呢個信心，你想唔想啊？咁我一間睇消息嘅時候咧，都係會為大家禱告。咁希望大家咧喺禱告嘅時候啊學習，因為你學到點樣祈禱先係最緊要。我哋為你祈禱嘅果效係停留一段時間，但係你自己學到點樣用心靈祈禱咧，你翻屋企就唔同啦。我想問下大家，呢度有邊個咧？你翻嚟之後用呢種嘅心靈嘅禱告，你覺得繼續感受到神嘅同在嘅，有幾多個舉手？有幾多個？你回家你用這個方式禱告，你感覺到是神的同在，很真實在身上的，舉手有幾多個？我希望更多人學到這件事，咁你學到呢，你過來有消息的時候過來，我們就會幫助你的。哈利路亞！
其實好緊要，相信神好想充滿我哋，一齊講神好想充滿我哋，神好想同我哋有密切嘅關係，神好想使用我哋，神好想使用我哋祝福更多人，神好想我哋為人禱告得醫治。嗱，我想問大家，呢度有邊個為人禱告？你試過？啊，即係嗱，謝思文有得醫治嘅，舉手再一次，舉手有幾多個？試過你為人祈禱而對方得醫治嘅，你可唔可以大聲將嗰個咩病好簡單咁講出嚟？即係譬如你為嗰個人，譬如話啊咩問題啊得醫治嘅，或者有改善嘅，可唔可以大聲講出嚟啊？姊妹為我祈禱，咁我瞓喺病房，咁跟住咧啊祈禱會完咗，翻到屋企咧冇事啦，即係都唔知乜知乜嗰間。感謝主，多謝耶穌。我自己試過一次咁樣，我哋幾個人喺度祈禱，唔係按手喎。有一個人瞓喺頸，佢話咧，其實通常瞓喺頸都要，即係起碼一兩日先好翻。佢祈緊當時，佢上一聲冇咗，即刻冇咗，唔係按手喎，就一齊祈禱咗，忽然間上一聲嗰個瞓喺頸就走咗。呢啲真係好神奇㗎。先咧，公魔仔啊，四五點琴日下晝通咗，我哋公開為祈禱，跟住咧。我琴日一個人公開為佢祈禱，跟住咧，佢今朝啊，佢師母打嚟話，今朝可以帶佢出院。感謝主，多謝耶穌。希望大家有呢個信心嚇，即係話一齊講，我可以為病人禱告。四兩四千斤，佢講乜嘢又佢唔使放喺心上。
其實嗰啲説話喺空氣停留幾耐啊？一秒鐘都唔夠啊，就消失咗。佢話你蠢咁啊！咁你使唔使要捉實佢一路話？哎，好蠢啊，好蠢啊！成日俾人鬧佢蠢啊，使唔使咁諗啊？唔需要咁諗啊！佢一講完咪算咯，就飛咗去啦，係咪？即刻飛咗去啊！所以呢啲説話係冇權柄，但係神嘅説話就有權柄係停留嘅，係咪？所以我希望大家捉實神嘅説話，捉實基督徒好嘅説話，捉實就算普通人都有好嘅説話喎。普通人有時都話多謝你啊，你真好啊，我關心你啊，呢啲我哋都可以接受嘅。但係咧唔好嘅説話我哋就唔好接受。不過好多人中意照垃圾，係咁咧照啊照啊照啊，其實啲人你唔好咁咧就搞咗嚇。成日諗嘅時候就會點啊？心情唔好，身體又唔好，跟住咧同神關係又唔好喎。但有啲人咧個心態好嘅，覺得全世界都虧待佢嘅。哎呀，呢個又唔好，嗰個又唔好，哎呀，好命苦啊！呢個世界冇人。我想問你，咁樣嘅思想好唔好啊？唔好，我真係勸佢。係啊，其實就算有人虧待我哋，我哋睇下我哋總有好嘅地方，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心裏面一定要處理問題。好啦，難阻人近得醫治嘅原因，第一同神關係嘅問題。詩篇十六篇第四節，一齊讀啊！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受苦必加增。即係話以別神嘅就一定受苦加增嘅，有跟從別神。但係呢個神唔一定講嗰啲其他啲偶像嘅喎。譬如話呢個貪錢，佢唔將神放喺首位。會唔會影響佢啊？會喎，中意成日關於睇電視，成日關於娛樂，成日關於炫耀自己，係咪會影響佢啊？即係任何好嘅嘢都係叫我哋受苦加增嘅。你中唔中意受苦啊？唔中意。你中意乜嘢啊？開心啊！神裏面咧就有喜樂啊！哈利路亞！神嘅家裏面咧就係喜樂嘅家。好啦，跟住咧罪會影響嘅。喺約翰福音五章十四節有一個38年病患嘅人。咁咧就耶穌嚟到，你想得醫治啊？想，跟住耶穌叫佢起身，攞佢褥子走。後來耶穌正面見到佢，就對佢話咩咧？你已經痊癒了。第一頁底嗰度啊，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哇！原來犯罪可以叫佢遭遇得更加厲害，點樣厲害法？如果佢本來有呢個病，得醫治佢可以後來點樣啊？佢可以復發。仲有可以被邪靈攻擊，同埋生命破壞。其實好多人嘅家庭破壞都係因為吵鬧啦、負面嘅説話啦、吟吟沉沉啦，係咪？都係呢啲咁嘅嘢咧，影響普通人嘅。嗱，我一次咧，神咧俾我一個特別嘅經歷。我喺地鐵，我喺度睇緊本聖經。咁咧，隔離嗰位咧望我見到佢，咁我同佢講：我因為我本聖經咧就係拼音聖經嚟嘅，有普通話拼音嘅。我話呢本係拼音聖經，佢話我都係信耶穌嘅，佢係韓本嘅。咁佢又話我其實有好特別嘅經歷㗎。我細嗰陣時咧，曾經咧，即係佢細嗰時咧，佢就已經有呢個病個腰骨歪啊，彎得好緊要啊。咁咧佢就好辛苦啊。咁當時咧，我陪你嚟到香港做過道會，而以前我陪你做咧係有醫治嘅，後來就冇啦。嗱，可能就係有啲傳統嘅教會抗拒啊。咁佢咧就唔想有啲人抗拒，就想過問都嚟，所以咧佢就做醫治。咁其實幹培你都係真係咧，佢帶住聖靈嘅能力嘅。咁然後咧，佢呢個人咧，佢就去個聚會。咁並且咧，當時幹培你就話：你哋可以攞條手巾攞出嚟，然後咧我為佢祈禱，跟住俾翻你。咁咧佢真係去將條手巾攞出嚟，然後跟住祈禱攞翻翻嚟，就擺喺身上。哇！真係好翻喎，真係舒服喎。但點不知嗰幾日？有個和尚嚟屋企喎，就叫佢咧整嗰啲咩神主位啊嗰啲咁嘅嘢啦，佢又整喎，整完咧個病復發，佢又唔識得揾嗰時唔識得揾人去祈禱喎，因為嗰時以前其實香港唔係咁多話祈禱病得醫治嘅，咁咧佢跟住咧以後個腰骨都係咁，但佢都係信耶穌，但係咧即係可惜就係原來咧當人犯罪嘅時候，佢遭遇得更加乜嘢？厲害啊！即係仲慘啊！所以咧，你要唔要嗰啲唔好嘢更加厲害啊？咁係唔要啦。所以咧，行曬神嘅路。嗱，有時有啲人會咁諗嘅喎。佢話我九成都跟神㗎，我係爭少少，即係我係嬲老公啦，老公好難頂㗎嘛。哎呀，係即係教堂嗰個人我頂都唔順啦。呢兩樣啊，其他我都跟㗎啦。我想問你，呢兩樣剩翻喺度會唔會影響我哋啊？會。
嗱，有時咧以為我有罪咧，淨係十分之一嘅啫，我十分之九都跟神。其實嗰十分之一可以整爛你其他地方。如果一個人成日嬲一個人或者唔中意一個人，會唔會影響佢其他？會。係啊，佢侍奉都會冇喜樂喎，就會成個生命唔同曬喎。所以咧，我哋係乜嘢垃圾都唔好要。譬如有個人送杯牛奶俾你飲啦，哎望下牛奶，咦上面有烏蠅㗎，哦你嗰成碗牛奶積住烏蠅有乜所謂啊？你會唔會照吞啊？你都話唔飲啦，有烏蠅落過我唔飲啦，係咪？嗱，我哋生命都一樣㗎，係咪？全部係聖潔、光明、喜樂、平安，要唔要些少垃圾啊？唔要。要啊，所以有人唔好。是他的問題，我善待他，我想將他的不好放在心上，不需要，所以呢我們要分開，垃圾千祈不要吃，一起說，垃圾千祈不要吃。好了，接著第二頁，另一樣影響人有病是邪靈，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節那裡講到有啞巴的靈，鬼出了啞巴說話了，馬太十七章十五節一個人害癲癇，好苦，跟住耶穌斥責那鬼咧，鬼出來就好翻啦。即係話原來佢當時嗰兩個人咧，都係因為有邪靈嘅緣故。但係我哋唔會話所有病都係邪靈嘅，即係病亦都可以係身體嘅問題。不過其中一個因素係有邪靈。咁亦都咧，我有時聽過啲咁嘅故事，有啲人咧佢屋企拜好多偶像啊，咁啊搞到點樣咧？幾代都有病，幾代幾有嚴重嘅病嘅。因為魔鬼是不會做好事的，魔鬼是做破壞的，所以呢、我們真的要排斥魔鬼。我也都試過一個這樣的經驗，我曾經去青山精神病院去探病人，我一入那個門，即是那當時的門是開了的，我一走進那裡是沒有玻璃的，走進一走進覺得好像砰有一樣東西碰撞的感覺，即係呢個靈裏面可能就係真係好多邪。咁而我去到咧，為魔引祈禱，我發覺啲邪靈真係好勁噶。有隔離有個女仔見到我哋祈禱，我話我同你祈禱，我佢話好啊，佢又係好多邪。咁咧，即係我俾我睇到，原來有啲人精神病咧，亦都可以有精神病有邪靈嘅。咁呢兩樣咧，可能係有邪靈引致精神病，有精神病亦都可以引致邪靈，即係總之咧可以循環。當人越係喺呢種情況越失控咧，佢整個生命就會俾邪靈控制。咁所以我哋知道咧，好唔好俾魔鬼落地步啊？好啊！所以咧，有啲咩唔開心啊、煩惱啊、憤怒啊、激氣濃嘈啊、自憐啊，乜嘢都好要，全部啲好嘅都好要。即係有啲人就覺得咁嘅，留翻些少啦，即係係啊，即係跟神唔使咁迷嘅，你信耶穌唔使咁迷嘅。但係呢個創造天地嘅神。是不是他的路是最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跟上耶穌的路，邪靈一定不好的。然後另外就是負面思想、情緒、潛意識和生活方式。負面思想就是你怎麼想，很多人想的都是說，哎呀真的不好了，真的困難了，真的難搞了，這些都已經是負面思想了。情緒，負面情緒是什麼呢？哎呀好激氣，哎呀好不開心，哎呀好猛震，好急，好急都是，即是很快的那些急。其實我們可以，如果真的要好得要快做，你就快而不急，不過要好難嘅。譬如你要使碗快啲快啲，但係唔急，即係個心猛啊。不過呢好難嘅。咁我自己發覺急咧，因為我好多嘢做，有時我心急，心會覺得唔舒服啊。所以我都叫自己放鬆啲啦，放鬆啲啦，輕鬆啲，輕鬆啲。因為我成日都諗住快啲做完咧，快啲寫嘢。但係咧，我自己都放手啦，放咗神咧就俾我一個咁嘅提示喎。佢話你聖葉啊，即係我有個葉忽然間彈出嚟，你聖葉，個葉咧喺個樹上咧，就係你受咁多神嘅恩典，唔好諗住你做幾多嘢。咁我就話好啦，神啊，我就係輕鬆啲啦。咁啊，輕鬆啲嘅人咧就鬆啦。咁所以我哋呢啲思想模式都係可以改變我哋。潛意識係咩咧？即係潛伏咗以往嘅唔開心壓住咗你。我哋需要日日釋放，只要你每日都感謝神，我係開心嘅，神愛我嘅，神睇中我嘅，我可以發揮嘅，我係重要嘅，日日都咁樣將呢啲嘢灌輸整個人咧，就將嗰啲潛意識慢慢改變。你又發覺你瞓得更加好，即係日日都用長啲時間，嗱尤其專注親近神好嘅，點樣咧？多謝耶穌啦！記唔記得我講三個祈禱啊？恩典嘅祈禱，神愛緊我嘅，嗱你又諗住神愛緊我咧？
你好舒服喎，神而家同我一齊嘅，祝福緊我。然後咧，我就回應神啦，多謝天父，我感謝天父，我愛天父。然後咧，互動嘅祈禱，記唔記得呢三個？互動一路祈禱啊，耶穌而家好開心啊，耶穌見顏見眼咁喺度笑啊，耶穌好喜悅我啊，接納我啊咁樣。一路祈禱咧，我話神喺邊度入啊？神係好中意親人，我親人佢好歡你嘅。咁樣咧，你又係咁樣，你嘅潛意識就慢慢得以自然。日日夜夜成日成日都喺度諗嘅神，但你唔使大聲嘅，有人你唔使大聲，你個心一路中意耶穌就得噶啦。咁呢啲咧，呢幾樣即係話原來人有邪啊，呢幾樣嘢啦。第一就係神關有問題啦，可以有病啦、罪啦、邪靈啦、負面思想啊、潛意識嘅整個生活方式啦。嗱，有啲人咧夜瞓都係一個問題嘅喎，佢瞓唔著。咁點咧？未瞓之前咧，企喺度放鬆嘅人。多謝耶穌，感謝耶穌。咁你放鬆嘅人，又上咗牀咧，鬆曬又諗住耶穌，鬆曬，啊，有咁鬆有咁鬆，就容易瞓著。一諗其咧，即刻諗翻耶穌；一諗其咧，耶穌愛緊我，唔使講咧就耶穌。咁樣咧，個人咧就容易瞓翻嘅。咁你最好咧，如果你瞓覺問題咧，或者其實入魂都係嘅，喺瞓覺之前，起碼祈禱二十分鐘至半個鐘頭，喺度放鬆。企喺度容易啲，即係會容易瞓著啲嘅。即係你祈完禱之後會容易瞓著啲，就係因為企喺度咧，個人專注啲啦，放鬆啲啦，冇咁容易瞓著覺啦。即係你坐喺度祈都會瞓著覺嘅。同埋咧，就因為咧人日頭咧嗰啲血喺度行啊，咁你咁企喺度咧放鬆，佢又會啲血咧落翻嚟咧，就冇咁個人冇咁啲血咁跳啊。即係個人就會鬆啲嚟瞓覺，會瞓翻覺嘅。好啦，第五為病人禱告嘅原則同埋模式。第一就是幫助他跟神的關係，成為幫助他人與建立與神的關係，悔改離罪，斷絕與魔鬼的關係，不要給魔鬼留地步，處理負面思想、情緒、潛意識和生活方式。這個講到就是整個人的處理跟神關係，離開罪，斷絕魔鬼的關係，不要給魔鬼留地步，然後處理負面的思想、諗法、情緒、潛意識和生活方式，即是幫助他去處理。在我跟很多人聊天，我都發覺很多人是被這些東西困鎖住，即是不知不覺的，很多人是信耶穌的，回教堂的，但是總是哎呀我苦啊，哎呀我老公對我不好啊，我不開心啊，真的很多都是這樣的。那麼就心經常都不開心，那結果自己受害。其實他越放鬆咧，佢反而可以影響翻佢丈夫嘅。咁所以呢個需要輔導嘅。咁第二啦，原來多祈禱可以得著神嘅能力嘅。嗱，詩論卷十章三十八節同埋以賽書內一章一節咧，係有講到呢個聖靈恩膏。嗱，點樣講聖靈恩膏一齊讀啊？詩論卷十章三十八節，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他周遊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神與他同在。嗱，呢個講到咧，神用邊兩樣嘢嚟攻耶穌啊？聖靈同埋能力。嗱，喺舊約嘅時候咧，佢哋攻嗰啲先知啊、祭司啊、王咧，就用乜嘢咧？用膏油。但係呢度咧，聖經講到咧，就係用聖靈同埋能力膏佢。所以呢度咧就係講到聖靈嘅膏抹啦，聖靈嘅膏抹。讓有佢有神嘅同在，因為最後嗰度講到神與佢同在，其實聖靈公會就係神嘅同在，強烈嘅同在。咁嘅時候，佢跟住做到乜嘢啊？周遊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嘅，即係話耶穌都係神咧、聖父咧用聖靈同埋能力高佢嘅。然後跟住咧，以賽書內一章第一節，主耶和華嘅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掳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嗱，呢講到咧，主耶和華靈喺我身上喎，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嗱，呢度講到呢個膏抹咧，係膏油嘅膏抹定係咩膏抹啊？聖靈嘅膏抹喎。然後就叫我哋去傳好信息俾謙卑嘅人，又差我醫好傷心嘅人。即係話原來我哋傳福音同埋建立人嘅生命。都需要聖靈的膏抹嘅，聖靈膏抹即係舊約就用油膏抹啦，而家咧即係聖靈喺度圍住我哋，同我哋一齊充滿我哋嘅心，越親近神，即係你日日都係諗住耶穌、愛住耶穌咧，神嘅同在自然加強。嗱，有啲人嘅心係點咧？啊，
又要做呢樣，又要做嗰樣，要做都係即係我都要做啊嘛。但我做嗰時咧，仲係哈利路亞咁嘅耶穌，哈利路亞耶穌真好啊！即係我係咁樣樣嘅，所以希望大家都有呢個習慣，由早到晚不斷係耶穌愛緊我，耶穌同我一齊感謝天父，感謝天父。因為聖經講到不住嘅禱告啊，凡事謝恩，不住嘅禱告，常常喜樂。咁呢個就係多禱告有神嘅能力，越多禱告係唔同嘅，越快會感受到聖靈嘅臨在，為人禱告亦都會更快經歷到聖靈嘅。第三啊，亦都咧對病患者有憐憫同埋同情啊，好想祝福佢，又好想回應神，即係真係有關心人嘅心，感受佢嘅痛苦，知道佢痛苦，關心佢。第四啦，一齊讀，相信神很想醫治人，信心是神做事我放心。另外一句就係神應許我放心，你都可以寫埋落嚟，神應許我放心。信心咧係點樣咧？大家望住我啊！即係唔係我谷自己，我要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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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神啊，我信啦，我信啦，信啦，信啦，即係信心咧，唔係谷自己，好似泵啊，揾個泵，泵泵泵泵多啲信心嚟。信心咧係我知道神係好好嘅，我相信佢好好嘅，所以佢做嘢我放心。我祈禱我放心，我知道佢做工，咁咧你反而更加好。你要神啊，我要喂，我要好好用盡我嘅信心嚟到去為佢祈禱，反而咧呢個係。即是人的力量，所以不是你大聲，不是一定要大聲，我趕邪靈是不大聲的，你邪靈有人接觸的，我甚至有時候很趕邪靈，有一次有個人問我，我宣教的時候我跟他祈禱，跟著邪靈出去，他說為什麼 你又不是趕邪靈，你現在做什麼？我是趕邪靈的，那 你都沒有趕邪靈的，我不是一定要趕的，神的同在只會趕邪靈的，神會趕，但我也會趕邪靈，但我沒有經常趕邪靈。有些人有邪靈將，因為我都在那裡讚美神，我說你相信耶穌愛你啦，哈利路亞，哈哈哈，我叫他這樣感謝耶穌，哈哈，跟著邪靈又 出去，因為神的同在，神就做工人，有神就可以了，所以我們就放心。對於神的放心好像什麼呢？如果你有個爸爸，他應承得你，他一定會盡力做的，那你交託他做一樣，你會不會放心？天父都一樣的，天父會不會做完他應該做的事？一定會做曬。其實咩甩漏嗰個係邊個咧？自己甩漏，神甩漏。我哋成日都以為神甩漏，所以神啊，你快啲做啊，快啲做。我哋唔好諗祈禱就係好似神唔想嘅，神啊，你醫我啦，你都哎呀，你快啲嚟醫我啦，即係好似覺得神唔想嘅。神係咪咁樣噶？唔係嘅，神想祝福，所以你信祈禱嗰時咧，哈利路亞，神真好啊，係咪可以輕鬆啲啊？做人可以輕鬆啲喎。好啦，第五啦，聖經講到不同模式嘅醫治，譬如按手啦、抹油啦、禁食禱告啦，但係呢樣三樣一齊其實得嘅。咁的而且確我自己都發現咧，嗱，電話祈禱都有效喎，即係電話祈禱有醫治嘅。但係咧，面對面同埋按手係唔同嘅，係的而且確分別。咁但係咧，如果你多禱告同埋對方嘅信心咧，電話我都試過。很多次醫治啊，都係電話祈禱，同埋經歷聖靈都係好多次咧。幫人祈禱就經歷聖靈嘅。好啦，第六啦，有時耶穌唔止一次禱告病人先得痊癒喎。好似伯賽大嘅瞎子咧，佢第一次同佢祈禱咧，祈完禱咧佢睇到人好似樹咁喎。咁又再祈禱咧，跟住睇到曬清楚啦。咁即係耶穌都係咁，所以我哋祈禱嗰時改善咧，係咪屬於醫治啊？如果改善，都係醫治喎。咁你多謝神咯，你就叫佢有信心，多謝耶穌。我試過一次咧，喺一個聚會，有個癌症病人，痛得好緊要，成個聚會都嗌啊啊咁樣話，你諗下，成個聚會都係咁大。然後到祈禱咧，我知道呢個人我需要時間，所以我就其他服侍舉祈禱，我就為其他人祈禱先。我祈曬其他人先去揾佢。啊！我祈禱嗰時候我就問佢話：啊，祈咗禱你覺得點啊？舒服咗啲。咁我就話：嗱，你感謝神啊！咁佢即刻感謝神，多謝耶穌。跟住我問：咁你而家講點？啊，而家冇痛咯喎！我即刻請佢出嚟分享。但原來咧，當人一有改善，即刻感謝神咧，佢嘅信心加增啦，佢中意神咧，神嘅醫治更大。所以喺祈禱好緊要，係放心，中意神，輕輕鬆鬆，因為神做事我放心。嗱，譬如如果你打乒乓啦，打雙打啦，譬如兩人打雙打。同你隔嗰個世界冠軍，咁你係咪會好輕鬆啊？你爸爸佢我冚曬啲波，
咁你咪好放心係咪啊？嗱，我哋而家嘅侍奉就係咁啦，耶穌同我一齊，耶穌甜唔甜啊？好甜，所以你就放心啦，係咪？係。好啦，咁所以咧，嗱，有人稍微好啲，我就話多謝耶穌，即刻多謝耶穌，多謝耶穌，仲話開心啊！有時我都叫人哈哈哈，多謝耶穌，開心啲笑，笑都一種得勝喎。笑咧，因為你相信神嘅恩典咧，你個人輕鬆咧，一輕鬆嗱，其實緊張咧，同埋驚，同埋有負面思想咧，個人就收緊，啲血管就收緊，一放鬆，嗰啲血管又鬆，同埋神可以容易做工，咁咧醫治更大。咁所以希望大家日日都輕輕鬆鬆，得唔得？哈利路亞！其實人一世咪一世，係咪輕鬆下？有啲人就話去玩下，我哋就話輕鬆下，開心下。好啦，幫助人病得醫治嘅過程啊，第一就係處理生命嘅輔導，一齊讀埋落去啊，幫助對方建立與神嘅關係，帶領對方悔改離罪，放下負面情緒和思想，斷絕與魔鬼嘅關係，即係整個生命嘅處理，而最緊要就係同神嘅關係。然後跟住咧就係敬拜禱告、敬拜讚美，一路宣告神嘅愛，進入神充滿。神充阿聖靈充滿嘅狀況，咁然後咧就宣告神好愛我哋同埋醫治。嗱呢個宣告咧唔係隻口講，係相信。咁同埋唔使成日講喎。我意思即係你可以講一路講多謝耶穌讚美耶穌，即係你唔使成日講神一定醫治，神一定醫治，神一定醫治㗎。你唔使講五十次㗎，即係主要你嘅心相信神一定祝福，即係成日咧相信神嘅恩典。嗱呢度咧我就寫咗個禱告，即係話。醫治的禱告一起讀一讀啊！不過呢個即係我哋開始第三個開始讀啊。首先咧，在神裏面平穩安靜，求神隨調翻喺度啊！第三點嗰度係一齊讀啊！第三點開始宣告神肯愛我們和想醫治我們，在神裏面平穩安靜，求神隨調我們的不順，求神彰顯恩愛和榮耀，求神醫治。神啊，你是我的福氣，我們在你裏面很平安輕鬆，因耶穌受的鞭傷，我們可以得醫治。你是全能的，你必能醫治我們，求你醫治我們。嗱，我會講多啲，神係好想醫治嘅，祈禱時，耶穌一定幫我哋嘅，感謝耶穌，哈利路亞，一種正面、好相信神嘅恩典嘅心態。咁咧就嗱喺呢一陣咧，我會帶領大家有一個親近神嘅。大家咧有咩地方唔舒服咧？有信心嗱，好緊要信心。趕邪靈都係噶。我趕邪靈嘅時候，我會話俾人聽：你相信耶穌得勝，相信咧耶穌喜悅你有信心。咁你就耶穌一定幫到我嘅。哈利路亞！聖靈一定要邪靈一定要走，聖靈一定充滿我，聖靈一定充滿我，邪靈一定要走嘅。咁嘅時候咧，神就容易做工啦。咁樣咧，即係話個人咧就會即係有信心，神一定醫治我嘅，神一定祝福我嘅，改變我嘅。咁希望大家有呢個信心，我哋一陣間咧會一齊去禱告，就係咧你個心放鬆輕鬆。而家課係乜嘢咧？嘗試翻去為病人禱告，亦都幫助佢處理生命各樣嘅問題，同神嘅關係咧，最咧負面思想、負面情緒。咁然後咧翻嚟就分享啦，話俾我哋聽，祈禱之後嘅後果點樣樣。好啦，呢一陣咧邀請大家嗱，起身有信心，相信耶穌愛緊你，相信耶穌同你一齊。有信心，相信耶穌站在你旁邊，好想醫治你，好想祝福你。